大家好，昨天二虎也没有回来，所以打算今天中午再去找找看。上午去找了一圈没找到，这豆豆一听说我要去，你看急的，不能再带你们出去，带你们出去我更累，还得把你们带回来。你别出去了啊，不是哮喘吗？非要出去，那只能带豆豆，只能带豆豆出去，其他狗都别想出去了啊，走。他上这儿找来了，这儿有吗？他还能藏在这沙子里啊？看他忙的，这他也不哮喘了。这当妈的呀，丢的那二虎是他的孩子，不是那个富贵的兄弟。富贵是小虎生的，二虎是……哎呀，真乱呐，这是不想解释。走吧，找狗去吧。豆豆，你等等我行不行啊？累死我了。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，我们都去一遍吧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花吗？你们肯定说是迎春，错了，它是连翘，一种中药。咱们不是经常在那个绿化带里看到这个树吗？就是连翘。这里没有，走吧。去那边吧，这坡太大。看见什么了？汪汪他们呢？走吧，咱们去那边找找。这边肯定没有，一眼能看见。看那个坑底下有没有，豆豆。他下去了，上来。走吧，这儿也没有。看把豆豆急的。这边有吗？没有吧。哇，我那边有没有？这缝里能有啊，这么小。走吧，走吧，先回去吧，别一会儿大门没关好，一个小狗又跑出来了。回来了，没找到，见到他妈这高兴，估计是找不回来了。这是已经是第二天了呗，前天晚上出去的，昨天一天没回来，今天第二天就回来，不回去喝水，在这吃草。我咋心情不好，看你们干什么都不顺眼呢。嗯，走了，咱们回去了。豆豆你休息一会儿吧，太累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再见。